东南亚的这辽国呢，二十三号晚间是发生一起水坝溃堤的重大意外，目前造成20多人死亡，还有100多人下落不明，死伤恐怕持续攀升。辽国总理通伦也取消原定行程，率领官员赶往当地了解状况。 南韩总统文在寅也已下令将提供必要援助，越南政府也计划派遣军队深入当地救灾。